Hello，同学们，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同学来到大鹏教育书法学院，我是一禾老师，陈辉同学、秋凤同学晚上好。辣辣同学在问啊，这节课的内容为什么叫补空啊？没事儿，不着急，马上就去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那关于这个抽奖的问题啊，咱们第一次抽奖放在实操刚开始的时候，准备写字之前，那前边呢，咱们先去啊看一看我们的课程内容啊，先去了解一下咱们今天所学的这个结字的这个规律，好好补补。大家很开心啊，很着急啊。好，大家来看啊，这个补空这两个字它是什么意思呢？那在这里这个空它是作为空的读音，也就是四声，它是多音字，大家都知道啊。那空呢就是一个空缺的意思，补空就是需要咱们去填空，去补满这个空间。那文字的内容我们来看，如我哉这样的字儿，做点儿须对左边实处，它的意思就是说，像我哉这样的字儿，它右边不是有一个点画吗？那这个点画呢，它就正好要对应上左边实处，实处呢在咱们书法中就叫做虚实嘛，实就是有东西，有笔画，有黑色的地方，那么虚呢就是相对应的白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留白空间这样的东西。然后欲其四满方正也，那么欲其四满方正，四满方正这个词儿就凸显出来了一个结字的规律，就是我们任何的字啊，就别管它是有没有什么音字结形这样的原因，它的一个根本的要求或者说一个原则都是要去做到方正，对吧？那么咱们今天四个案例啊，前边两个贼和树，它很明显的有补空这个特点，是不是啊？我们来看右边的这个小点儿，右边这个小点儿，哎，然后右边这个数字的这个小点，它们呢就是应用了补空啊这样的一个结构规律。那其实这个点儿画，它对于这些字来说，它本身就是该有的，对吧？所以呢，这些点画它就是通过一个哎站的位置呀，或者是说它的呈现的一种形态，让这个字呈现出四满方正的特点啊，所以说它有一种哎撑开字形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呢去补空啊，去查漏补缺的这种作用。然后鹏和狼这两个字儿，它们呢就正好非常非常鲜明的体现出来了咱们颜体的一个正面示人的效果。咱都知道啊，颜体它是一个外拓体式，是吧？而且很方方正正啊，气势宏大。那么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正面示人的形象。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它没有多余的，比如说内敛的那种秀气感，是不是往内去压迫空间的那种感觉，它没有，它都是撑开的。无论这个笔画从哪看，比如说中间的笔画，这个字中间的一个位置，它都是去往外去做的这种结构。我们来简单画一画啊，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字的中间部分，你看它中间部分的话全都是往外去撑的，所以说这样的字形呢会显得有一种正面示人的形象，亮亮堂堂的，大大方方的，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啊，接下来咱们就马上去准备书写咱们今天这四个字儿，然后也马上开启啊咱们第一次的这个抽奖活动，好吧？咱们现在人数40多位了啊，也不少了，那老师准备一下啊，那大家咱们现在的话呢，我看一下时间，3分钟，哎，刚刚4分钟了，咱们就刷一下四字，好吧？但是别着急啊，等我喊口号的时候，咱们同学们再开始，因为我得去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再开始，因为我得打开我们的这个。老师来把这声音关一下啊。已经刷开了，那这样好，大家现在啊开始刷着，然后呢我倒数5秒钟啊，截到第一位的同学呢就是这个名字啊第一个啊，那这一位得奖啊，这一位得主呢就花落这位同学了，好吧？准备开始了，5 4 3 2 1，截屏。好，接下来呢一张图片，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幸运的同学他是谁呢？让我来放大一点，哎，我已经看到名字了，大家可能还没看到，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找出来。
这就是我刚刚截到的那张图片啊，稍微有一点反光，但是也能够看到。哎，第一位啊，非常幸运的甄建明同学，甄建明同学在不在？啊，那咱们这个抽奖第一次，哎，这一位甄建明同学非常非常幸运啊，哎，恭喜你！好，好，那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这么快就结束了，是不是？还没抽过瘾呢。好好，咱不着急啊，再留两次，我们到下课的时候再抽，好吧？恭喜甄建明同学，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抽了一个奖，哇，瞬息万变，是不是？我们的心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突然就哎降下来了，有点失望，没抽到我，没关系啊，咱们以后抽奖的机会多的是，好吧？激动的暗沉退出了。辣的同学不要太激动了，虽然我也经常激动成这个样子吧，唉，很开心，恭喜大家，不是恭喜大家了，恭喜甄建明同学啊，在的关键时刻卡机了，一会儿啊看看剩下两位的幸运者是谁，好吧，好玩，好，咱们准备啊看看第一个这个贼字了啊。我们刚才在说了啊，这个字形，哎，四满方正，对吧？啊，突出这个四满方正。那在里头，这个外形结构咱知道了，是四满方正，方方正正嘛，正方形的感觉。那里头怎么去安排呢？那对于这个贼字来说，它其实挺简单的。简单在哪里呢？在于它左右两部分的笔画呢，都能给它对应上，啊，对应上。好，还是让我先去书写一遍。你看里边两个小笔画呢，就给它去分割这个空间就可以了，尽量的做匀称，然后下边一个横，两个点儿往左去撇，右边一个点儿，你看注意啊，这个点儿不要往外去伸展。大家开心一下，我现在刚刚把自己刚刚激动开心的情绪啊收敛好了，很开心，确实很开心啊，以后咱们没事也可以多玩玩。往上收，哎，其实这个贼这个字儿啊，它碎的笔画比较多，对吧？都比较短，感觉，哎，怎么去把它们配合起来呢？好，我们第一个贼字啊，祝贺谁来着？祝贺甄建明同学，非常幸运啊，第一位有噪音干扰，噪音干扰很大吗？因为我这儿听不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噪音干扰。大家可以给我反映一下啊，还是说是别人的声音啊，这样的杂音。今天算安静的，是指的是那个别人的声音是吧？那应该是旁边我们这个老师上课的说话的声音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了。旁边的电视，不是电视啊，是隔壁老师也正在上正式课。所以说我们这个麦克风收音效果还不错，他也能听，他那边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好，咱们稍微忍耐一下，好吧，稍微忍耐一下，我尽量的我把我的声音盖过他。 OK， 咱们这个贼字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构问题，我们要把它们呀就是分块分区间的去处理。比如说先看左边这个背，很简单对吧，它就是一个瘦瘦的方形，哎，高高的这种长方形。那右边这个容，它
它一个宽度整个，你看整个带上钩的这个最边上，哎，很宽敞。但是呢，它里头的这个横画呀，这种宽度和左边的对比呢，就会小一点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把右边第一笔写的过于长了的话呢，那这个斜钩它就放不开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当我们写右边第一笔的时候，首先要去找它的一个基本的宽度，就是啊，它这个长横画基本的宽度和这半边的一个宽度的比例关系。你看它有它差不多两个，差不多两倍的吧，一倍的长度，是吧？所以说写的时候，我们去找准了这个斜度之后呢，基本上哎停掉，在这停下之后，右半边的这一块区间就是斜钩处的位置了，可以理解吧？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区间可以直接从这个横画这个高度给它定下，然后往下平移到斜钩的一个位置，一个斜钩的长度，让它伸展出去。所以这个绒子你看它极力的想左右去伸展，对吧？这个竖啊撇画本来是当竖来写了，极力的想往左边去伸展，但是左边有东西啊，所以他俩的互相让位了，就本来我要伸出去脚，哎，但是我看到你在我旁边，我配合你，我停下了，是吧？所以说右边要给它收住，然后让这个斜钩伸展出去。那斜钩呢，它不光代表这个绒的一个伸展，它更多承载的是整个字势的一个伸展关系，是不是？我们在给它画出来这个外框之后，我们会发现啊，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出来，它就是一个方形，四满方正嘛，是不是？我们这个灯光是不是有点太亮了？四满方正，你看现在画到了这个斜钩之内，那加上这个斜钩之后，它还是一个方形，它不会变斜变歪，所以说里边的竖画呢，就是支撑的作用，不要把竖画多余的给它斜呀弯呀做这样的提示。那么像左边这个被子的这些竖画，你看它在中间，在里头，在左半边，它是直挺的，没有带我们理解的那种外拓呀弧度的提示，对吧？就是因为啊，里边的这些所有的笔画之间要相互配合，所以他们的这些站位是要很准的。你如果说随意的弯曲了，那我这个绒不就得往右边去腾地儿吗？所以说呢，就老老实实的给它哎竖直，哎，然后横直，然后呢把它们先拼凑到一起。那对于他们二人中间的这些空间啊，也不要给它粘死。然后我们会看到横向上的这种斜度依然是延伸出来的，对吧？尤其啊是这个小十字这个位置和左边这个小提画，当横斜的这个小提画，哎，它是在一条线上的，然后斜上去。这是内部啊，内部其实还是很有秩序的，因为里边就一个十字架，比较板正一些。然后下边我们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不算斜钩的话呢，都是一个比较平齐的一个状态。那斜钩呢，会带有一点点往下走的趋势，但也没有说，哎，我给它斜到这个位置，斜到这个位置，没有，是不是？所以说，对于这个字来说，它整个框架感就是很板正啊，很正。很正的一个形态，很正的一个形态啊！而且你看，如果说再看右边，哎，斜钩它是往右下拉的，哎，正好和左边这个小竖做成了一个矛盾，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嘛。好，那这个贼的一个结构啊，还算简单。咱们来画一下它整个每一个笔画，哎，往下边去安排的时候，它是怎么去处理的？竖线，你看这个竖的位置又是我们的第一笔了。那第一笔你要干啥来着？还记不记得上节课的鸡汤？凝神静思，欲想自省，是吧？自省是啥样的？我想一下，哎，贼，哎，我要写到这儿，是方的，对吧？哎，然后再去落笔。你看一个竖线先给它往下拉，那这个竖呢它不是最长的，所以说这个长度你要给它定准了，因为右边还有一个相应的更长一点的啊。这个横画你看就安排在这儿了，里边的横给它分开，然后又是一个很均匀排列的关系，下边两个小点儿往下去走。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点儿
它是被裹在这个树枝里头的，它没有说哎，我压在这个树线上，我往右边去伸展，对吧？我要是往右边去伸展的话呢，我这个背它可能就斜了，因为本身就有一个斜势在了。如果说我最后一笔不把这个平衡的事态给它压下来，我这个背它就稳不住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右边这个点画它格外重一点，而且呢还往下去降一降，整个方向呢也是由斜的一个姿态变得哎稍微的往下走一点。乔乔同学你好。好，然后右半边那第一个竖画呢也是啊，相应的落下这个位置往上去斜，注意好这个宽度，注意好这个宽度，也不是说我们必须就得严格的按照几比几的这个比例，只要说你能把这个字形啊哎基本上框到这么一个框架之中，对吧？框到这个框架之中就可以了。然后横线往上去斜一个竖啊，一个竖由粗到细略微的有一点点粗细的变化，以及呢啊弧度的变化啊，其实对他来说的话呢，弧度变不变都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如果在里头的话呢，他如果做弧线走的话，哎，和右边的这个斜勾以及撇画啊这样的一个曲度都有一些打架，有点雷同，有点撞，有点太花哨了，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啊。然后再写最后一个笔画，哎，它也是因为本身笔画的特性，它去冒头往上去走。还是啊，我们记得斜勾的时候要往下去把这个事态给它平稳下来，然后慢慢的往右去带，是吧？往右去带，然后往上去出这个勾，最后一个撇画，哎，往里去配合去包容它们，去包回来，啊，也是注意它的长度，不要说哎，我给它写的这么夸张啊，没有这么夸张，这里残损的这个残损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直白的。加上一个粗细的对比，粗细的一个变化，是不是？然后最后一个点儿啊，最后一个点儿就是一个补空的作用了。那你看它的位置其实很巧妙啊，它点的这个位置，哎，我没有贴在这儿点，是不是？它直接哎，顺着这个事态，你看落在这个位置啊，你会发现它正好把我们一个方形，哎，这个角撑起来了。可以理解吧？正好把这个角给它撑起来了，它没有往下哎跟着这里落，也没有往树的一个起头的这个位置落，而是哎卡在它们俩中间。然后呢，再看一眼左边这个外形框架感，哎，找到一个对应的位置，找到一个相应的一个位置，然后落下。那这样的话呢，整个字就没有说哎太多余的地方，或者说太空的一些地方了，是不是？所以补空啊，补空。咱们这个贼字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它这个字写完之后，如果说里边这个地方你因为写细了，那就会显得内部很空，因为这个地方呢算是这个字的一个中心啊，不是重心啊，是中心，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凸显了横细竖粗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竖不要给它写的特别的细啊，那样的话就压不住了，它就弱了。好，咱来把这个贼字啊再多写几遍。贼就是以钱为目的，所以具厚重。古人造字很直白，是。左边竖画，其实这个字来说的话呢，它藏锋的这些笔势啊，这些用笔没有特别的多，但是呢它却表现出来了一种厚重的线条。你看我这几个笔画基本上都没有藏锋的动作，但是落笔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呀哎厚一点，或者说用一个略转的一个体式把这个线条给它撑开，咱们一会儿再说一说啊这个具体的线条问题。你看这样的点就需要藏锋去走了，不然它写不出来从粗到细的变化。然后右边一个点不要往外去撑得太厉害，哎，左右平衡，还往右来一点点吧。然后下边一个横线啊，往上倾斜，
竖，起的时候就比较重，然后往左下。它停在这个下边边缘线以内的位置，给它先稍微收一点。斜勾还是先往下走，然后再往右外去拉开。拉开，你看整个体式感啊，还是往下去走的，就像柳条一样垂下去。然后走到这个底部的时候，然后再往回去出勾，一个撇。啊，这个时候压重一点了，有一点粗细，往内去收，一个点画，你看顺着这个方向感往上去走一走，而且要利用一个饱满的体态给它压住，是吧？啊，饱满的一个体态。好，这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啊，结构上就记住它什么呀，左右之间的这种宽窄的对比啊，宽窄的对比。那上边的话呢，咱们看看这种横线上的，你看这种宽窄的对比啊，然后里边的话呢就是很有秩序的横间距去处理的，比较匀称，然后竖线呢横细竖粗，然后一个撇划给它包回来，斜勾再往上去挑。所以这个字来说的话呢，依然是去找找它的整个外框架方正，欲其四满方正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带着这个用笔的东西啊，我们去看看这个字儿。用笔的什么东西呢？你看刚才在说它没有太多的一些藏锋的动作了，是不是？但是它还能写后，比如说第一个笔画，第一个竖画，你说在这里啊，你可以，其实还是两种啊，你可以微带一个小逆风往上走的一个动作，看到了吗？放大一点啊，微带一点上去，然后再落下来，慢慢加粗，是吧？这样可以啊，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压下去，然后再往下走。那你看第二个啊，这个直接压下去，我不是说我直接哎这样慢慢的往细下去走。细入之后往下走，而是我落下去之后呢，哎，我稍微在这里我有一个散开的动作，只不过呢这个散开的，你看我们理解的散开的动作是这样，哎，搓的是吧，但是你在这里的话你绝对不能这样去做，所以这里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细微的动作落下，哎，利用一个压力把它铺开，而且落下把它铺开这个动作是非常连贯的。你看我现在给大家说的这么细，但其实你自己做起来的话很快的，很快的。所以如果说你在理解的过程中把每一步都想做到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啊，因为那样太琐碎了。所以你要知道这种尖儿能出来就可以了，而且不是靠我们哎这样去甩笔啊，这样去凹这个弧度去走就行了，而是我们落下之后呢利用压力把这个笔锋给它铺开，再加上咱们这个纸嘛它会渗墨，是吧？那咱们这个墨它会融入这个纸里头去，那你这个尖画它也不会说因为速度的问题，或者说因为方向太快啊，因为这个速度太快然后就变得这么尖，明白吗？你看做出来两种的区别，一个是啊没有考虑就直接出了这种尖头，然后另一种呢是在落笔之后呢稍微厚一些再往下去走，落笔之后你看这一笔又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说你每一笔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你多去试试看。然后你看那我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呢，我可以把这个哎往下压的一个速度啊快一点，然后再往下去走。好，咱们再把这个字儿啊来写一遍。其实所有的横画呢也不是说非得带这个藏锋的动作的。左边这个竖线你看慢慢的就给它压出来了，而且是在原地压。
我们这个折笔也是直接落下，哎，停住之后就走了。三个横上去，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里它断开了，是吧？但是它这地方断开的话呢，咱们在做的时候也不要说太刻意了，因为你做的时候会呈现这种非常空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再给它落，这样的话呢，这个空间会被拉得特别的远。所以咱们去理解它的时候呢，理解什么呢？就是它就是一个粗细提按，然后到这儿马上又去落下，然后再走就可以了。所以你在这里你表现出来这个粗细相接的这种变化也行啊，没必要说我必须得把这个空给它落出来啊，然后再往下去走，这样的话呢有一点太生疏啊，太生疏。咱们看看啊，再看看这几个笔画，第一个先落下去，整个线条呢它会呈现出一种胖胖的感觉，然后上边这个小横画也是啊，你看我落这个横画的时候，这个笔尖是往左下去铺的，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往左下铺的这个弧度它是比较圆厚一点的。怎么做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在落的时候你这个毛笔会有一点点的弧线走势，弧线走势啊，再来看一眼落下。所以其实它做的一个虚势呢，是在空中以一个虚势往下去走，一个虚势绕一下往下去走，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咱们再试一下，其实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侧面会有一点点转的感觉，但是很小啊，很小。而且那这个笔画其实咱们用藏锋也可以写呀，是不是落下之后往上去走，由粗到细做出来一个上边微鼓的一个形态。雪碧同学来了，欢迎欢迎啊。然后往下啊，右边一个转折在这里直接落下，是吧？直接落下压住之后往下走就可以了。而且它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没有多余的这种顿笔的方向，是吧？而且没有多余的外拓的弧度，对不对？这地方呢处理的还是比较直的。落下，你看在里头内部往下去走了。所以说咱们落的这一个顿笔呢，你不要落的这么长，你落长了之后往下再去走的时候，无论是从方向还是弧度上来说，都增加了一点难度了，可以理解吧？错过抽奖，没有错过全部的，错过了第一次，咱后边还有两次。好，接下来我们再往后边去看看。后边再写这个整个我们还是一起顺一遍啊，一个竖线往下去走，然后横转下来，一个压做直挺的一个线条，里边的小横尽量交代清楚，下边这个点儿藏锋去走，然后右边一个点画，这个点不要说往外撇的太开就可以了，跟着上方的一个势态往下去走，然后横画啊，横画依然是直接落下往右去行，两头粗啊，中间略细一点，下一个横画紧跟着竖，由粗到细啊，有一点过度，错过了吗？没有错过全部的啊，雪碧同学。刚开始的时候咱们有了一次抽奖，在结束的时候还有两次呢。最后一个斜勾，你看这个笔画咱同样还是两种，你藏锋写也可以，不藏锋写也可以，只要你不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用笔就行，是吧？这完全破坏了它的风格了，完全和它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看藏一下锋，往上略藏再顿下来，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快的啊，先往下去走，提起来中间会有一点点过渡，
然后右边往下去拉，往下去拉，哎，拉到边上之后，依然是我们在这里啊，笔尖走到这儿，然后毛笔尖提起来往上去走，一个撇，落下。你看这个侧面又是圆的了，对不对？这个侧面又是圆的了，所以这里它肯定是略微有一点点侧锋，然后慢慢的收到中锋，是不是？慢慢的收起来，然后一个点画给它撑开这个结构。很饱满的一个点儿，好，这是我们看了一遍它的用笔一些细节的部分。出啥子了？咱们第一个奖品是砚台是吧？应该是的，我记得是砚台，我应该没有记错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字，第二个树啊，讲述的树。咱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内容是贼树蓬郎。这个贼好像有点话要说呀，可能要说一些关于蓬郎的事情。第二个数字啊，还是先去写一遍横画啊。它的这个站位其实很奇怪，为啥这么奇怪呢？是因为这个格子它是是经过这个 APP 它就修剪好的，然后你又去给它添加了这个米字格，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在这个格子中站的偏上一点，对吧？如果说咱们是拿了一个这个字儿，然后把它安到米字格里头的话，这个字儿会往下去放放，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这个线只是一个辅助作用啊。这个贼想举报立功，这个蓬郎可能是个内奸，是吧？要不然他就是内鬼啊，这两个词儿意思一样，要不然就是那个中饱私囊的那位。横画。元兽啊，然后往下走，这个树很明显有一个粗细变化，是吧？树沟的位置，哎，我们走到这儿，沟往上去提，撇画特别直挺，不要惯性拉得太长啊。然后右边一个反捺。其实相当于啊，就是一个长点儿嘛，他把本来是个捺画，给他做了一个反捺的处理，哎，然后这么一个点画，提起来。左边你看，相应的，虽然它是一个不控的作用，相应的，哎，往左边去找我们直的一个位置，是吧？你看这一个角啊，这一个角。渐渐的压粗，哎，及时的收住，然后呢，哎，再提起来，沿着上边儿，出纳角，沿着上边出纳角，应该稍微长一点点啊，稍微长一点点。好，咱们这个数字啊，写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结构啊很有特点，里边这个木啊竖画特别的挺直，又是起到了一个支撑作用，是吧？然后就是这个长捺，也就是外边这个走支旁，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就像那个咱们龙舟一样，左边龙舟一样翘得很高，对吧？哎，直接挺上去，翘得特别的高。那左边上方左右这两个点画就正好卡在两边这个方形的两个角，把这两个直角给它撑住了，先站好位啊，然后下边呢再让他们去站位。你看纳角的一个停的位置，它也上，如果我往外拉得太长了，你看如果纳角停到这儿，那我这个字形是要往右边去斜的，对吧？所以说它就往下去停就可以了，正好找到他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直的一条线啊，也就是这个外边线。那所以咱们写这个竖的时候就去找，也是找我们这种四满方正的一种外形结构啊，一种外形结构。然后里头的话呢，
里头的话，咱们先去写这个木，是吧？那这个木字就很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哎，我竖画写短了啊，所以说你看横和竖的一个交叉，一定要把这个长度给它拉开啊，一定要把长度给它拉开，不然就变成了非常矮的一个个子，然后撇画从中间给它伸出来，伸出来，你看可能会惯性的写长，是吧？如果说你惯性写长了，那你就哎可能直接穿过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啊，它就是一个这种圆的感觉嘛，这个捺脚啊，这个小撇撇尖就停在这个位置，往上去看一看，是吧？然后往右边去看一看，去找一找它停的地方，然后左边的一个三点水啊，走这个上半部分，咱们可以啊把它当三点水来理解的话呢，它也算是一个弧形，对吧？你看错落的一个位置关系，然后再回来，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正常写的这个走之旁，它也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那就是第一个点空出来，它是老大，下边这两个呢连起来的，然后再连最后一个捺画啊，还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注意一个错落的这种关系。咱们来画一画它的结构啊，你是卧底，海鸥同学是卧底，你这是自首了是不？这个结构啊，你看，首先横的一个长短往上去倾斜，然后呢注意啊不要写的过于长了，还是想定好它的一个位置关系，你看离右边的边线，是吧？离右边的边线，然后竖画，竖画，那竖画按照咱们的一个惯例啊，惯例的话呢，它也是靠右去走的，一般都是左长右短，很少有左短右长，是吧？你看如果说这个竖左短右长有点奇怪，但是你会发现它放在右边左长右短，哎，它就很好看，很好看啊，一个横上去，然后竖画，哎，上边短下边尽量的伸长它，然后呢出一个勾，一个撇画往外去直挺的去拉啊，直挺的去拉，它可能会比横画呢稍微长一点儿，但是不能再长太多了，不然的话你看这边包不住它了，包不住它了。然后右边的一个点画，一个点画往下去落啊，紧跟着上方一个点，是吧？你看按照我们这个书写的一个顺序，它应该是先写里边再写外边，那为啥这个点的位置它落在这儿啊？是不是？为啥落在这儿啊？那肯定是要去，它肯定是安排好了左边还有相应的一些点画的安排位置，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它可能直接就落在这里了。那如果说它不去思考，不去设计这个解体的变化的话呢，它可能就随意去落了。然后一个点啊，对应着左边的一个位置可能会高一些，是吧？哎，高一点也没关系，基本上是比较正的一些形态。然后下边走之的俩点儿啊，错落关系嘛，错落关系，伸出去然后缩回来，然后再往下去走，只有一位嘛，不，三个奖品不是吗？三个名额啊，一人一个，三位，还有两位没抽呢，只抽了一个。往下去走之后，哎，捺画跟着它往下去包，你看这个弧度啊，跟着它就往下去包，哎，然后右边其实相应的它是过了这个竖线之后才慢慢的开始有一种曲平的一个姿态感，但是你曲平这位置也不能拖太长了，拖太长的话显得很累赘很啰嗦，它及时的在这儿，哎，你看它出捺脚的一个位置应该往上去看，它应该是在横或者说点的之内去到了最重的一个位置，然后再慢慢的去出上边的平肩，是吧？平肩的话呢也没有出太长，基本上还是和上边的这个最右上角最外轮廓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是吧？我长出来一小点不影响，不影响大局，但是我要是长了很大一块，那就完全破坏了这个形构了，这个结构了，是不是？所以上我们看啊，你看它中间的这个横线左边也能对应上这个小点，对吧？也能够对应上啊。
好，咱们再来把数字再来写一遍。为啥写贼字？雪碧同学是觉得贼字不好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咱们讲贼字的话呢，是来讲一讲补空的意思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结构呢比较多啊，比较多。能详细讲一下走之旁吗？可以的，可以的。咱们这一遍啊，先把结构再去看一遍，然后呢，下一遍就带着大家去写写这个用笔了。OK， 能够理解这个顺序吧？咱们现在顺序啊，和上节课一样的，先去把结构分析清楚了，你记清楚了，然后也知道他为啥这样安排之后呢，再去把用笔也给它加上。好啊，第一个。然后左边对应上第一个点的位置，不要往左边拉太远了。然后下边，你看它这个铅丝啊，它还是直挺的，所以咱不要去绕那些弯儿啊，那些弯儿太多余了。然后你看纳脚停在哪里，大概这个位置啊，该出纳脚了，聚起来风，提起来，沿着上侧面，你看手腕在动啊，送出去，沿着上侧面去送出去。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咱们的手腕哎一定是得给它哎转过来的，哎这样的话呢会有一种，你看我本来是平着压，然后提起来之后哎侧着过来啊，不是说是侧锋，是你这个毛笔翻了一个面过来的，转了一个面，然后往右去走。你看这中间这个高个子一定要给它立住了，不然你这个字没有形构了，没有形态了，就趴起来了，矮了，方形啊。数字有好几个点不同的处理，是它好几个点呢，咱都来看看啊，主要来看这个走之旁，然后先去看一眼右边两个点。首先第一个反捺，它在这里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正常或者说见过最多的一种处理方式了，一个反捺，慢慢的加重，哎，然后到最后收下来，这样的一种姿态啊，和我们写步字的步的时候有点像。然后上方的那个点是明显是残破了，在这里其实，但是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残破。利用这个残破的话呢，它这个形态它可以上头哎粗一点，然后下边细一点，可以理解吧？啊，和刚才的那个贼也不一样，刚才贼是像一个米粒一样啊，像一个米粒一样，是吧？然后左边的走之旁，首先它第一个点儿在这里，如果说没有残破的话，那它就是呈现一种方方的感觉，而且平视去走，对吧？它平视去走了，怎么落？你看往右去落，先压下来，先起一个头切面，然后往右当横来写的，能够明白这种感觉吗？然后慢慢在后边提起来往回收，是吧？落下哎，提起来往回收。所以这个点的话，咱们就注意一个，把它平着写就行了啊。那对于它的一个细微的这种粗细变化，你可能感觉有点难度啊。给你提示出来，就是它是前头呢略微细一点，然后后边是慢慢的胀开的，慢慢的胀开的。所以你看里头要非常的把这个提按提的动作做得很顺畅，哎才可以。所以你可能会哎多出来这样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但是你如果说多的自然的话呢，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就怕你做的呀，哎，比较的生疏，而且比较的哎肉肉乎乎的，那样的话呢，就可能表现出来你在写它的时候还是没有太明白里头这个笔是咋转咋运的。多看几遍啊。
太漂亮了，老师运笔像打太极，是吗？其实我自己观察不到自己一个运笔的过程，我只能感觉到我自己写字的一个节奏啊，节奏感。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因为在点儿上，它的这个节奏感其实体现的很清晰啊。它因为很小嘛，就所有的提按动作全都聚在这个点儿上了。第一个啊，这个平着的落下，你看，慢慢的落下，慢慢的落下，不要急着走，哎，把这个线条铺开了，往右，慢慢的撑开，是这种感觉啊。再往下走，往下走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回填，往下走的目的是为了去继续向下带，懂吧？懂不懂？应该是明白的啊，这个牵丝嘛，这个笔意。然后往下再去走，你看，把这个牵丝给它藏住，没有，然后平着去落，是不是啊？平着去落，再慢慢的铺开。所以你会发现啊，在铺这个点的时候，它有一点侧锋往上抹的感觉，这样往上抹的感觉。只不过呢，它没有做的那么夸张了。如果这么夸张的话呢，会显得这个线条格外的肿，格外的片了。所以还是以基本上是以一个中锋为主的。你看落下之后，哎，压开压开压开，手呢抵上去，是吧？我这个手我会往上去顶，往上去顶，所以说自然会有一点侧锋的感觉嘛，因为它的方向是在变的，往上去顶。然后也是啊，往上顶了，在内部啊又回收这个尖儿往下去带，可以理解吧？往下去带啊，再来一遍，往上去顶啊。然后你看往上去顶的话，我也得把这个笔肚啊，把这个点儿给它做干净，落下，你看往上去顶的一种感觉，然后再往下去带。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的笔锋的状态啊，它不可能说是哎我全部聚在一起，或者说我全部歪在一起，没有那么的绝对啊，没有那么绝对的。落下啊，你看，哎，一压下去，哎，慢慢的提起来，压下去，提起来，压下去，提起来，哎，这种挑的感觉。然后走到后头，你看很容易啊，大家很容易在这里就直接往外去带了。是不是你会发现写这样的一个点儿很容易？那是因为你这个提按的动作还不够，所以这样的点儿为什么怎么能给它写出来这种饱满的感觉呢？就是要求我们把动作啊提在里头，你看藏在里头，然后往外去出，这不就干净利落吗？是不是啊？这些地方呢，它就不会多余。其实咱们这个点儿牵丝这个部分也是有一点残破的啊。所以我们基本去理解它的一个笔势的含义就可以了，然后顺势再往下去落，顺势往下去落啊，又重压一个点，然后慢慢的去提起来，提起来，你看它都是在转嘛，往里头哎转下来，你看我这样的话呢是直接转，直接转往里头哎转下来，再一个转下来。那如果这样转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这个用笔动作不到位的时候，后边很容易出现这种毛刺的这种屁股，是吧？很容易出现这种毛刺的屁股，所以说就要求大家在现在练习的时候呢，尽量把动作表达清楚啊，表达清楚。三个点一块写一下，其实没有那么难，是不是？还记不记得多宝塔里头的点画？我记得多宝塔里头的点画，它那个用笔啊，哎，要求你去前方，然后再转过来，是不是那个提按的动作？很精细啊，很精细，很严谨。第一个点，然后啊，平着走，不要把这个角度带得太斜了，平着走，然后慢慢的压重，是不是？你看，利用一个毛笔笔肚的一个特性，给它压出来。压出来，往后哎一动，然后再去在屁股后头聚起来，风往下去走，然后哎再往右下去带，你看这一个按压的动作，控制好它的轻重，是不是控制好它的轻重？然后压下去之后呢，它会有转的地方，然后慢慢的提起来，往下去走，啊这里提的太大了，所以这儿很肥是吧？它应该是压住之后哎慢慢的提起来，
在里头啊提的快一点，然后往下再去出。总出毛刺是因为啊你在这儿压的还不够沉稳，不是说咱们得压多重它才不会出毛刺，而是你得把这个动作给它做到位了。你看我这个时候我的笔肚子啊，我是在动的，我的笔肚子是在转过来带着它去走的。如果说你在这里啊你只转了这个笔的前头一点的话，这里就很容易去刺出来出毛刺。再转，你看这一个圆弧怎么给它做出来，一小转提起来再往下去走。好，能够看出来吧，这里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没有太大的毛刺，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呢笔肚是压在这儿压住了，然后再去提，然后下一笔往上去带压住，然后直接往下去走。这里清晰吧，这里理解吧，这个动作也很直白啊，你看它其实是这种感觉，往上去走，然后在这里顿住了再往下去带，是吧？所以在这里又是省略了这些牵丝，往上去走再顿住，你看这个面儿就是捺画的一个起头嘛，然后往下再渐渐的去压重压重压重，然后收笔的时候，你看收笔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连贯的提按动作，收笔的时候稍微一停，然后由粗到细沿着上侧面，这样我们这样不就出了这种凹进去的一个像钩一样的这种捺画了吗？是吧，像鸟嘴一样，那个形容词是啥来着，我一下忘了。好，再来把这个走针写一遍啊，咱们完整的写一遍。太快了啊，这里带的，然后往上去走压住顿住，往下边平着去出带弧度，压在这里稍微一停，沿着上侧面去出。好，粘墨粘的太多了，所以有点阴。好，接下来咱们看看下一个棚子啊，棚子。其实我觉得这些字儿都不算太难，这个棚子它有一点不太好掌握。因为什么呢因为左边这个笔画太多了，它多是多在哪儿呢，多在横画上了，横画太多了。还是先来写一遍它啊，左右两部分泾渭分明是吧，中间这个空很大啊。第一个横画。你看它一定是往下去走，但是咱们写这种横比较多的字儿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把横拉的特别的长。好，左半边啊，然后右边三个撇画各有特点啊。首先第一个，找准它的位置之后，落下之后往左边去提，然后呢沿着上侧面中间了一个，最后一个比较重一些，给它送出去。咱们这个棚子啊，棚这个字儿，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个结构问题。其实分析起来的话呢很简单，就左右两部分。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四满方正的这个特点给它做出来了。啥四满方正啊，正嘛，所以上边以及下边让这个字形不会倾斜，然后不会一个靠上走一个靠下掉，或者说呢左边这么高右边这么矮，是不是
大家写这个字形的时候很容易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撇画哎跟着这个斜度给它写上去了，因为撇画它本身也是往下去走嘛，所以它们的斜度是有点重合的，对吧？所以它们的斜度是很重合的，那左半边这个棚的部分就都是横画，都是横画，哎，点儿也把它当做一个横吧，这样往上一延伸，是不是？那咱们在写的过程中呢，就需要注意左半边啊，左半边我们给它找找纵向上的关系。怎么纵向呢？首先啊，第一个笔画也是先把这个方向给它做出来，往上去斜，而且它一般都是最短的一个，最短的一个往上去斜，及时的停住。然后中间一个竖，你看中间这个竖画呢，就不能把它撇得太厉害，要撇成这样的话呢，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支撑作用了，所以说直啊略带斜度，然后一个横画略长一点，一个小土嘛，给它伸过来。下边在写口字框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了，你看下边这个口字框你绝对不能胖开，是吧？那你这个左边这个完全没有一个收的，或者说一个松紧，或者说一个宽窄，或者说一个收放，这样的一个对比了。然后下边这个竖画哎极力的往右去凹进来，哎陷进来，和这个横画相比啊，往下去落一落，哎往内去收进来，是吧？往内去收进来，然后再去做横上去，然后落下，你看相应的这两个斜度很大，对吧？很大，他们俩这个相向的这个紧度啊越大，左边这个半部分，左边这个一号，它就越来越能够体现出来一种瘦瘦的感觉，收紧的感觉。如果说他们俩的一个宽度你写平了啊，写平了，那左边这个字儿左半部分它就收不住了，这个字形就很容易就散掉垮掉了。然后下边一个横画，然后这时候啊，这两个点儿我们会发现，左边这个点画你也是惯性的容易往左去靠，因为我自己写的时候呢，我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喜欢往左边去拉，但其实它没有，它还是收在里头的。然后右边一个点儿，哎，靠近上去，但是斜度太大了嘛，所以利用一个小尖儿给它带下来，给它带下来，平衡下来啊，平衡下来之后。长一点的最后作为收尾的一个横画，它开始出场了，往右去拉，哎，一个小盾给它压住，是吧？你看它的斜度呢在这里，哎，适当的停下来了，它没有说我直接给它掰正，没有掰正，对吧？因为右边还有一个最低的一个撇画，一个重笔画需要去给它压轴。好，这是左半边的一个部分啊，写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它整体上是有一点点收紧的，有一点点这个至少上是从这个宽窄上是有对比的。比如说土字嘛，土字本身就有一个长短变化，然后往下加上一个口字框，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位置是一个放出去的，然后呢口字框收起来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然后再往下去走还是比较收的一个状态，然后下边一个长横给它拉开。好卡呀，大家很卡吗？大家回复一下看看是大多数问题吗？我这边还是正常的一个反应，我这边还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好，咱们接着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OK， 正常。琳琳同学，咱刷新一下，刷新一下，或者换个网络。好，右半边啊，右半边，我们找找这个斜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撇。咱们正常写这个三的时候，啊，不是三了，它念山啊。写这半部分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撇来写的，对吧？所以啊，所以它在这里的话呢，颜真卿在处理这个字的时候，没有把它。做的非常的糊，你看它就算有三个撇画了，它都不会写出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弧度，是吧？哎，没有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弧度，而是把它处理的非常的挺直。比如说你看第一个笔画落下，哎，直接往左下去转下来，对不对？直接往左下去转下来，然后呢第二个笔画往下去落，由粗到细，他俩呢略微有一点体式的不同了，对吧？然后啊，最后一个位置啊要往下去放，
往下去放啊，这个点儿落低了，我看错，我把最后一个横当成这个了，所以说按照它去找位置了，它应该还在往上面去靠一靠，大概在这个地方。然后最后一个笔画，你看一个重压往左下去送出去，往左下去送出去，所以说对于他们三个笔画来说的话呢，哎，能把这个字形给它正下来，能把这个字形给它正下来。然后啊，这三个笔画，哎，各个姿态不同啊，各个姿态不同。好，我们再来画一下整个的结构位置啊，整个结构位置。首先第一个横画，往上一斜，哎，中间这个竖稍微轻一点点，稍微轻一点点啊，稍微斜一点点。然后下面一个横画，哎，略微长一点儿。然后竖画啊，这个口字框他们是一伙的，所以说把这个位置给它收紧。横上去，然后右边竖过来，然后一个横上来，一个点儿。你看这个点儿的位置呢，它是先和横留出来一点空，然后右边有一个点儿，哎，斜上去，把这个事态给它拉回来再，然后最后一个横画，最后一这个横画，你看这个斜度它悠着一点，悠着一点，最后稍微收一下，有一个顿笔。然后右半边第一个撇画，你看它依然跟着这个斜度，依然跟着这个斜度啊，你看它落笔的位置，落笔的位置大概在，哎，这个横画这个位置，哎，直接往下一压。然后它其实呢，这里的一个笔法，它是直接压住这个毛笔翻转过来的，翻转过来的。我们其实从这一个笔画能够感觉到啊，颜真卿用的那个毛笔，它应该笔锋比较短。如果说你用笔锋长一点的毛笔，你这样翻你是翻不过来的，它很刺，会飞出去。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去试一试啊。落下之后，哎，这样立住，直接往左下就转下来了，哎，就这像什么呀？这像一个浮尘一样就滴下来了。然后啊，下边一个笔画落在这里，这现在整个这个空间感啊拉得太远了，得往左边挪一挪。落在这里，你看它是往上去看的，它至少在这三个笔画是被穿在一起的。然后中间这个笔画呢落下之后，稍微小一点，在中间嘛，稍微小一点。然后，哎，最后一个笔画，你看它的一个位置，它其实不能高于这个横之上的，也绝对不能和它齐平，所以呢它为了去破这个事态，然后往下去稍微低了一点点，然后哎压住之后，你看这个笔画很重啊，所以说咱们压住之后就慢慢的哎搓过来送出去，搓过来送出去。所以他们的一个结构啊，他们的一个位置关系都要是相应的往左边去找配合，去打配合的，去打配合啊。好，咱们再来把这个棚子来写一遍啊，这一遍我们再带着这个结构去看一看它里头的内部。原杯子很小，笔锋肯定不长，是的，对，说的对，他们本身一停一停的，今天是不是真的有点卡，大家可能网络不是很统一，对吧？刚才说到哪里来着？笔锋肯定不长，对，原杯就很小。他们的那个时候的一个中楷，对于咱们来说的话，就这么大吧，就这么一个格子。咱们现在直接放大了一、二、三、四，这是四倍吗？放大了四倍去写大字，也那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优势嘛。不卡。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卡的，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卡。好，大家大部分不卡的话呢，那咱就继续，好吧？大部分不卡，咱就没有问题。第一个，横画，由粗到细，所以说你看这个粗细变化，正好也把这个斜视给它加强了。然后下一笔落下，你看上边不要短了。竖画，你看一定要往下去拉，记着啊，你写的这个字儿是高的。一个点，然后哎，横画左边先拉开一些，然后往右。顿住，
顿住，然后右边第一个撇画啊，你看这个笔锋就有点长，如果说我要是这样直接走的话，我这个笔画可能会刺开，所以这里的话呢可能需要调一下锋了，尝试一下啊，压不住，哎，在这里再转一下吧，然后中间一个点位置也是稍高一点点，它们重的一个位置都在一起，然后慢慢的哎收起来，最后一个点画，你看找这个一定要找这个横线，至少是一个平的一点的这种位置，然后呢再利用一个粗度一个厚度给它压重了，就粗到细啊，这个笔画比较重一些。那时纸贵，傅莹也不敢放肆写大字，对，是的，纸贵啊，洛阳纸贵啊，趁有人卡赶紧抽奖。好，咱们看看这三个撇画的一个区别。首先它第一个呢，哎，第一个它是一个落下之后往左边直接转过来这样的一个姿态，是吧？啊，你看，再看一下，落下之后是直接往左边转过来的，落下之后直接往左边转过来的，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话，你调锋的一个方向或者说调锋的一个角度不同，它写出来的样子也不一样。比如说啊，你看我现在写一下落下之后，哎，我让这个毛笔立起来，然后直接往左边去转过来，是不是这样也能转？那再换一个方式，落下来之后，哎，提起来，哎，压厚一点再往下铺，这样也可以，是吧？所以说啊，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位置啊，别给它，你看，这样就断的太厉害了啊，断的太厉害了，提的太高了，所以咱们尽量在这里的话呢，压的稍微稳一些，然后呢，哎，稍微一调，由粗到细，让这个过渡呢结实一点啊，让这个过渡结实一点，落下之后提起来，往左下，落下之后提起来，往左下，你看你落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压的比较轻，笔画比较细的时候调的很快，调的比较顺利，但是你一旦压重了，哎，这个笔锋就开始扭转了，提起来，哎，利用一个什么呀，你看落在这里的时候，利用提起来的时候你这个笔是压住的，对吧？压住的时候它是平面的，然后呢，哎，就这样张开往左下去画弧，可以看明白吧？落下，立起来，张开，往左下去画弧，画弧啊。好，然后下边第二个点，它直接是一个相背的了。顿住，稍微一锯，这样出啊，比较细挺一些啊，短一点，很精神的一个点啊，很精神的一个斜撇。然后最后一个落下之后，你看它是利用一个什么呀？利用一个重压去把这个毛笔推出来。把这个毛笔推出去啊，很重，所以说这个笔画肯定是侧抹啊，侧抹的这个因素会大一些啊。别相信有寒窗这种事儿，读书人都是有钱人，确实是寒窗苦读这样的几率太小了，只有有钱人他才有能力，才能学到这些知识。像那种非常非常穷的普通的平头百姓，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个平。落下之后，你看落下的时候就利用一个转把这个笔锋铺开，然后压住之后往左下去走，落下之后，哎，直接往左下去走，你看这个毛笔还是顶过去的啊，落下之后往左边去走，你看我的毛笔啊，由于这种顶过去的感觉，又这样顶过去的感觉，这样顶过去的感觉，所以你不要直立着去写啊，直立着去写的话你肯定压不了这么厚，可以明白吧？其实这个左边这个棚啊，哦，不对，棚子的这个左半边啊，不，这个右半边这个部首啊，这个部首它其实也是有名字的，它叫山。幸亏生在新社会，对啊，真的是幸好生在了这个时代，它叫山，但其实它也是个多音字，有山的音啊，然后还有一个音叫显，写一下拼音啊，写的有点丑，显就是显星海的那个显，那个读音，那这个音其实它就表示的就是一个姓氏，是啥姓氏？你说
这个字很少见，对吧？你说三个撇都当它是一个部件，但其实它是一个字儿，在古代的这个羌族，古代的羌族里头是复姓，叫羌姐。哎，忘了咋写的了，羌姐就是姐妹的那个姐啊，这个姓很少见啊，所以说是少数民族羌族是吗？好，接下来，哎，咱们去看一下最后一个字了。最后这个狼字啊，羌，对，就是这个羌，羌笛何须怨杨柳的那个羌。俺也穷，一天一餐，勒紧裤腰带写字，不吃饭也得写字，就要有这种精神，是吧？这个狼字啊，其实我选了一个比较正一点的狼字，就是板板正正的。咱们还有其他的狼字，一会儿找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好，首先来写一遍它。竖啊，这个竖接笔也是很干脆啊，很直接的感觉。里头那个小横，哎，这个小横很圆。左边竖。这个竖还算是直挺的，是吧？有些在写狼这个竖的时候就直接做了一个弧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示了，往上去写，然后一个点儿。好，右边对应上，右边这个狼字对应上，你看怎么去对这个耳刀啊，这个耳刀一定要和它对应上。首先第一个横画，找到一个七平就可以了，然后哎，顿住，往内，由粗到细，注意这个方向，由粗到细，注意这个方向啊。然后下一笔，你看往外去撑开，然后往下一转，往下一转之后呢，在这里又停住了，哎，往内去提，由粗到细，一定不要松，由粗到细，你看，哎，停住。这个时候你正好能够看到啊，左右有这个呼应，你看他俩简直就是在鹊桥之上啊，牛郎和织女，明白不？这两个勾，所以说右边这个耳刀咱们要把它撑开。最后一个竖线啊，悬针竖，你看竖线又是一个长笔画，不要把这个腕按死了，悬腕让它有活动的空间。哎呀，手腕抖了一下，写歪了。好，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你看里头的这个空间感其实是疏密有致的啊，很有秩序感。你看这些小空，再写一遍啊，这个写歪了，手一抖。再来一遍啊，你看这个狼字儿，咱一写的话很容易出现哎一个大一个小，哎一个歪一个斜的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写了一个板板正正，哎，左右对齐的这种感觉。再来看一下啊，横画，首先这个小横画一个细哎但是挺的一种线条，然后转的位置啊，转的位置落下，往下去走，它现在还没有一些什么外拓呀，是吧，内叶啊这样的体式关系还没有，就一个直线条，然后右边横，然后下边竖线，紧跟着提，你看这个提起笔的时候也是很厚的，落下，往内，上，由粗到细，然后你看这个尖停的位置，下边一个点画，往下一带。好，右半部分，首先这个横的位置我们可以稍微往右一点点，给这个竖留出来空间，你看先想好了是吧，想好它的一个直度位置，我大概写多粗，我简单的给自己示意一下啊，然后横画在这儿，跟着左边第一个横的斜度往上去走，马上提起来了是吧，马上提起来了，然后顺应下一笔落下，往内去拉，由粗到细，你看又是一个很直的笔画。下一个弧度，你看它一定是往外去撑开先，然后呢再往内去收，然后在这里再停住，
往上边去转这个勾，勾过来，是吧？往上边去转这个勾，那写过来之后，我们可以啊，这个线，这个竖线，在一个竖之上。好，咱们这个竖啊，啊，这个尖没出好啊。好，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吧。你看，刚才说什么叫往外去撑呢？就是利用啊这两个角度。你看它俩的一个角度就是往外去顶的，然后这里呢就是往下去顶的，对吧？所以他们在撑这个方形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这个廊子它就典型的上边平，左边平，下边呢一个竖线，它必须得长出去。然后它其实往内去看的话，哎，由这两个底端，左边一个提，右边一个斜勾，去把这个架构给它定住，能够明白吗？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去画画它的一个框架感啊，很直接，这个框架感很直白。一个点儿，你看这个都不算了，是吧？因为它没有，它没有说就是让我们这个字形出现其他的别的变化呀、影响呀，是吧？然后啊，第一个横画。之后这个竖过来，所以我们这个小空，这个小方形它就很正啊，很正。然后一个横，再一个横，左边一个竖，这个竖咱们在写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对比关系的，比如说，哎，这两部分的一个长度，对吧？一般来说的话呢，上边这个位置可能会高一些、长一些，然后下边一个提画给它压住，补上这个空间往上去提。这个时候发现咱们这个粗细的一个作用了，是不是？然后往内，哎，一个小点跟上，然后右边在写的时候，横往上，啊，往内去走，这个地方呢很容易怕把它写瘦了，所以这个横画呢你不要太小气，就先给它大胆拉一点就行。然后斜勾，这个笔画也不能叫斜勾啊，然后往下去走，你看，首先这个位置先给它往外去撑一撑。往外略微的大出去一点，然后往回收，然后呢一个勾勾回来，你看这个勾是有一种内页的提示的，紧跟着最后一个竖线，最后一个竖线，你看它的这个竖线呢也是跟着我们整个字形来走的，哎，就长一点儿，没有去破坏整个方方正正的结构，是吧？这种方方正正的结构，这种比例关系没有太突出。你说我如果说我再拉长一点，这么长，这个结构是不是就被放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这种比例、这种长度就严重影响它了，所以说它就长出来一点，嗯，没有破坏整个的这种协调性就可以了。所以廊子啊，我们会发现你看里边还是依然非常非常有秩序。首先就是一个横间距啊，你看这里的空间、这里的空间以及这里的空间，对吧？对应上到右半部分，你看这个耳刀都是有一点平均去分的，这种对比的可以理解吧？平均去分，然后就把这个字儿啊，让它的这种空间感啊很立体，很立体。右耳中间空间有问题，是刚才那个右耳确实是。好，咱们再来把这个廊子写一遍。去找找啊，这种四满方正的一个结构、一个形态，而且还利用一些比较厚重的线条。第一个点儿它本身就稍微的圆一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藏起来，风往下去带。然后小横画略微细一些，在这里啊，你看这个竖它一定是藏起来风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连带过来往下去走。然后里头圆收一些，下边横线，左边竖啊，不要写的太长了。右边横，
往内去收紧，收紧的时候咱们把这个小夹角给它挤出来，然后下边一个斜钩停住之后，渐渐的给它送出去这个廊子啊。那其实呢，这个廊子在咱们这个颜真卿里头的话呢，啊，颜真卿所写的这些任何一个帖，他在处理廊字的时候都是去找这种方方正正还撑满的这种字形结构。那其实有对比关系，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欧体，他写的这个廊字呢就是去伸展这个竖画。怎么伸展呢？简单的来示意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一种处理结构的一种办法，我们去体会一下它是怎么四满方正的。首先它左边的这个梁的部分它可能会高一些，但是最基本的一些这种空间上的处理还是一样的。你看他做这个竖的时候就开始往内去收了，然后一个小点比较秀气一些显得。然后右边这个横折啊，他的这种耳刀旁写的也是，很细流啊，比较细挺一些，往内去收。然后下边一个竖画，你看它这个竖拉得很长啊，是吧？它这个从结构上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体态了。然后往下，哎，整个哎非常高，这种收紧的体式关系，你看左右之间相向去走，对吧？啊，又因为一个耳刀，哎，更把这个相向的事态给它做挺了，做直了，做大了，做夸张了。耳朵旁小撇有缺刻，尖边缘还挺好看。哦，你说是圆杯上吗？圆杯上的那个小撇有一点点残破是吧？对，其实咱们的这个，咱们是越来越会发现啊，你看多了之后，这些残缺正好把那个原本尖的东西给它弄圆了，是吧？所以这个字儿也会显得有一些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会注意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字帖呢，它有不同的拓本儿。就比如说咱们的言情李碑，它其实是有两个拓本的，一个呢是坑岩拓。坑岩拓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场出土的时候就刻了一个，就在这个坑边上刻，现刻的现拓的这个拓本。咱们的这个言情李碑是1922年出土的，就是出土之后就直接拓了，这个拓本呢叫做坑岩本。然后后来呢又拓了一个拓本，那个拓本叫做出拓本。其实网上对于这两个拓本的记录不是很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分不清楚，我看的这个拓本它到底是坑岩本还是这个出拓本。其实我找了两个例子啊，还是欧体漂亮。欧体它确实很漂亮，我有的时候也很喜欢看欧体。我在我们的这个利用了一个软件啊，给大家找了另一个拓本的一个图片放给大家看一看啊，确实很漂亮，我有的时候也很喜欢看欧体。我在我们的这个利用了一个软件啊，给大家找了另一个拓本的一个图片放给大家看一看啊。确实很漂亮，我有的时候也很喜欢看欧体。我在我们的这个利用了一个软件啊，给大家找了另一个拓本的一个图片放给大家看一看啊。确实很漂亮，我有的时候也很喜欢看欧体。我在我们的这个利用了一个软件啊，给大家找了另一个拓本的一个图片放给大家看一看啊。只能用我的手机来操作了，我找一下咱们的这个廊字。
是数字啊，说错了，数字。这样可以看到吧？咱们这个数字你会发现啊，我现在拿的这个手机上的这个图片，它很清晰，是吧？是不是很清晰？你看它在这个底边的捺画，你看咱左边这个踏屏，咱左边这个踏屏，它这里就已经飞了，都磨毛了，是不是都看不清楚了？那对于这个踏本来说的话，这个捺脚就表现得很清晰。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屏幕里头，它稍微有点色差，你看到的是图片有点发红，但是在我这里看的话呢，这个图片它的墨色就是这个底黑底它很浅，所以说就可能是因为它在踏的时候，就是踏工它踏的这个墨比较浅，所以有些字口啊它就表现得很清晰。但是呢，但是这个踏本呢，它和我们现在左边看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左边在用的这个踏本，它会显着就是笔画线条稍微的弱一些啊，稍微是弱一点，气势上来说呢就不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踏本会显得雄强一点，雄强一点。你看，再来看一个地方，我当时啊，我和咱们这个如意老师研究了很长时间，你看这个小点画，这个小点画从这个，你看这个小铅丝往下带的时候，和左边我们正在看的这个踏本就不太一样，可以看出来吧，一个很实，然后那个很虚，是吧？然后从这个捺脚来看的话呢，这个形态就完全是那个看不清楚，但这个看清楚。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个踏本里头，竖钩和捺画是断开的，是吧？所以咱们也不知道左边这个踏本它到底是因为哎这个踏工它是手一重给它全部压上去了，还是因为这个碑刻在后头又有了一点点磨损，然后才出现了这种效果。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多看看其他的不同种的踏本，然后多去比较一下，还挺有意思的，是吧？但是整体我们会看到它俩就是完全是一个模子，但是细节上呢会略有不同。简单跟大家拓展了一点点啊，说了一点题外话。好，那咱们碑被踏坏了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所以现在的碑都被保存起来了。而且咱们这延庆里碑，它是因为出土的时间比较晚，或者说呢就是它在就是古代的时候，它是一直被埋起来的，它没有见天日，没有见光明，所以说它在古代的时候没有流传的踏本，都是出土之后现踏的，所以会感觉哎，一出来之后它清晰的流露出来了颜真卿的一些这个笔性啊，或者说笔法上或者说用笔上的一些特点吧，都表现得更鲜活一点。像以前的就是颜真卿其他流传的更广的那些碑刻，它有些都在后代或者说后世流传过程中它遭到磨损之后它还重新弯刻了，所以说都会影响这个特色嘛，都会影响这个颜真卿一些原有的特点。所以到底它是啥样的，说实话咱也不知道，所以只能是从一些现有的进行一些想象。好啊，今天咱们这几个字儿，大家对于哪些字还有什么疑问吗？今天咱们这几个字难度都还挺大，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解答一下问题，咱们就准备抽奖了啊。八点半了，该抽奖了，是的，27分钟啊，咱们不能因为抽奖就不问字了，是吧？主要还是练字。一会儿抽奖，大家先找找问题，比如说哪个地方需要再讲一下，哪个笔画还不太会写，哪个结构或者说找不准之类的，是不是？你看，其实我还找了其他的一个狼字啊，比如说这个狼字也是颜真卿延庆里碑中的一个狼，哎，它的一个外透的体式，就左边这个竖线弧度就很大，对吧？但是右边这个耳朵也是写的非常的大呀，非常的肥啊。右耳的撇好像和你写的不一样，哪一个右耳？刚才这个右耳吗？这里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和它写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咱们知道它的一个方向感就行了，
方向感或者说一个笔试的动作，里边在写的时候横往上去提，然后呢压下来立住，往内去走，往内去走，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不要写出来这种弧度啊，你看压下来之后再往内去弯过来，这里可能会落得过于重了啊，把念先把 OT 了，所以有了很大变化。三点水，好，来看一下三点水啊，没有出尖哦，说的是这个尖的部分啊，它这里确实啊会胖一点点，但是这个关于尖不尖的问题啊，我们要去理解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是碑刻，碑刻你看到的东西它都很硬，所以说如果说你用毛笔写的话一定会有灵活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写碑的时候容易写呆，就是因为这个方面啊，就是因为这个方面。你看就像咱们在写这种小点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三点水，你写起来的时候这个铅丝用毛笔表现出来的是一定是很灵活的，但是你要是照着咱们这个帖上哎木木呆呆的给它描下来，它就会很死板，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啊还是要去结合着墨迹去看，墨迹去看啊。三点水还有棚子的结构，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三点水。三点水是对于它的一个什么方面还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详细的说一下。你看一个写法，由浅入深，落下，由细到粗，落下，它其实是有一点往上顶的感觉，往上顶的一种感觉。咱们写字的过程中，你看我就算写横线的话，写横线的话也得是找到这种往上顶的感觉，就是你看往右你的笔是就是推在纸上的，如果说你的手在后头你这样拖过去的话呢，你这个线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压不住，是吧？所以说感受到压力的一个同时呢，你要感受到你是在推着这个毛笔走的。你看如果说手不动顶到这儿，是不是有劲儿给它顶过去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使多大的力，而是哎给它平走过去，利用一个顶过去的一个力，就很轻松的也可以写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在写这个字儿的时候，线条的时候，如果大家现在有什么比如说线条哎压不厚啊这样的问题，都要去找找摩擦力。为啥现在有的时候会给大家说用这个纸的时候用粗糙的那一面，就是好去找这个摩擦力啊，走这儿不写那么高会怎么样，那就相当于自己半创作了，可以尝试一下啊。好，三点水上再来写一下第一个点儿，然后往下去走，哎，没有那种非常绕的那种弧度啊，还是正一些的，由粗到细，然后出这个尖往下去带，再往下去带一个，哎，你看啊，平往下去走，哎，弧往下去走，是吧？往下去走，然后往下出这个捺画，出这个捺画，到最终的位置的时候，沿着上侧面去出。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啊，我记得刚才有一个点忘了给大家说了，这个支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我们看到的那一个版本的这个踏本，你看它在这个捺脚上啊，不是捺脚，这个捺的起头就有点不一样了。你看左边咱们看的这个踏本，捺脚踏不是捺脚，是这个尖儿它又有一点点这种扭的感觉，但是在这里的话呢，它就很直接，就是直直的一个线条，然后再往下去走。能够看出来这个对比吧？所以也可能是因为它在就是这个版本，它在踏的时候力度或者说墨它比较轻，所以可能踏的没有那么细致，也可能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左边那一位踏的太重了，所以咱们理解出来它的这个笔法是方向是往哪走的就可以了，整个的姿态是往上去走，然后落下来一个顿笔，然后往右下去压啊，往右下去压数字啊，整个再写一遍。
切记得给它收尖。春很急，啥意思呀？我怎么看不太明白？很急着抽奖，大家一会儿别着急走啊，咱们写完这个撇画，写完这个撇画啊，这三个撇，哦，明白了。这三个撇先落下之后，哎，在这里调好风之后往左下去走，做出来这个往上去走的弧度，然后下面一个撇一定直着往下去降，顿住，稍微挺一些，稍微挺一些，然后下面一个落下，往左下去重一些一个笔画，你看一个比一个压得狠，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压重一点，但是也不要压得过于肥了啊。咱们最重的这个笔画，其实你会感觉到有点难度，是因为落下之后它一定会带一点侧磨啊，侧锋的一个提示走，侧锋的一个提示走。好，着急着给大家抽奖啊，很着急，大家着急，我也着急。